庄子你好。欢迎云君君。话筒有接头啊，但是那个接头也弄不了。放的赞歌，一进来就听阿广赞歌，是这是粉丝要我，要我放这个赞歌，家人要我放这个赞歌，让家人们点点赞。妹子在旁边啊，我们刚刚开播聊一下天，我出一下镜。一个小时三千赞，家人们帮忙点点赞了，我们现在16000赞。是啊，我没有人帮助啊。李主王子大哥大姐教授哥妹们大家好，你好，我才好。李主王子你好啊，好，我给妹子们做吧，给他们做吧。开场节目搞好，好 OK。彭刚晚上好，你好，彭刚哥。机器人主下手，我们直播间没有机器人啊。谢谢熊乐的点赞。不要在这里造谣啊，我来老挝8年，从来没做过任何，没有接触过，没挨过鞭，跟这个婚戒或者中介有过鞭，挨过鞭都没有。亚如他在家里，他本来就是隔一段时间来一次。我看一下这个图像，可以设置一下，好像昨天是切换掉了。刚才昨天是后来网速不行，自动切换到了标清。哪个？再放个，还有一个类似的，我再放一个。这不是八 K。OK， 你要踩什么跳？这个，其实这个歌有两个版本的，这个版本好听一点嘛。OK 了。欢迎夏冬月哥。
我们跳完这个开场舞啊。好吧，我们看那唐白，阿萨万巴比利阿迪。话筒快了，还没到，我下单了。小星星你没来，我生山爱宝伴在不提买马鞭歌谢谢原来哥，原来哥你好。欢迎祝生，祝生你好。谢谢熊乐，感谢熊乐哥。我的小舞台
文仔仔的啤酒，谢谢文仔仔兄弟的小星星。哎，谢谢林哥，谢谢林哥，感谢林哥，谢谢啊。啊，坐吧坐吧。哎，熊大哥，你刚才不好意思，我刚才你的那个歌我没有，因为我的音乐不是太熟悉啊，我就没有完整的记下来。刚才我现在是用另外一个手机看公屏，就是找不到你刚才那个你想放的那首歌了。然后我在直播的手机那里去爬楼，爬了两遍，那个最早的这个音乐也是没有找到了，最早的这个评论也是没有找到了。你再打一下好吗？熊大哥。我放一下那个你推荐的那个背景音乐，肯定很好听。刚才那首歌什么？门片聊啊，不比怂片啊。哥哥，你爱了就大胆说 OK。放个音乐，找个音乐。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地张望，生怕就把我困在网中。熊大哥，是这首歌吗？有没有其他版本？就是这一个版本吗？欢迎发财哥。欢迎发财哥，发财哥你好。刚才这个不要在意，刚才那个是极速流量，那个是不是我们在那个理解的那种啊？或是哪能没有坎坎坷坷，不要说你厌倦了人间烟火。家人们，欢迎一波发仔哥。发仔哥是个大帅哥。茫茫人海，谁不是匆匆过客。刚刚那个500人的流量应该是哪个？谢谢熊乐哥，谢谢熊乐哥，感谢熊乐哥的玫瑰花，谢谢啊。刚才那个应该可能是哪个粉丝哪个的，谢谢，欢迎喜来乐，欢迎喜来乐，喜来乐你好。华仔哥今天来的好早啊，华仔哥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华仔那个义薄云天，豪情万丈。冲仔哥欢迎华仔哥。903个发这个晚上好。喜乐乐姐姐晚安吉祥。祝神发这个晚上好。横纲哥发这个晚上好。文仔仔欢迎发仔那个。上节目 OK， 这个丽莎安排个节目吧，丽莎。他唱歌啊，好。何必左顾右盼，闪闪躲躲，都说人生吉雅唱歌 OK。 岁月如梭，你怎忍心。谢谢喜来乐的点赞，先点赞再问家人们好。晚上我们现在直播间5.6万赞，我们第一个小时点赞点到10万，家人们
这个点赞可以影响推荐，影响推流啊。你傻敬业精神值的肯定对，是双花。Yeah.
谢谢鸡啊，这个我们要有基本的尊重啊，这个人家这唱不能半途打断人家，我感觉他唱的比以前好，比以前是好。唱中文歌的话也要时间才能学会啊，不是说学说唱中文歌就能唱中文歌，要时间让他练习嘛。我们要鼓励一下妹子们啊，人特别是新妹子，人家年纪轻轻的。谢谢家人们的点赞，我们现在7万赞，家人们，我们第一个小时把赞赞点到10万加，大声点就会好很多。OK。之间的距离就像一张黑白照片，虽然被定格。他们是老苗族妹妹，我现在也在要到处打听其他，比如说老龙族的妹子啊，我们要均衡一下。发这个人气起起落落这么大啊！刚才可能是有是人气流量票到了500，那个是，那个不是正常的平时的那种人气。那刚才可能是哪位支持的小哥哥小姐姐啊上的人气票吧。这个鸡鸭还是蛮努力的。我们先聊聊天啊，不要急着上才艺，发这个在直播间啊，大哥们，我们和大哥们聊聊天嘛。谢谢女子王子的人气票。啊？这个你啥一宰着鸡飞就要调侃我，他自己不行，还老是拉着大哥来。他说：“大哥，你们要阿管唱歌，你们要阿管跳舞，哪里好听嘛？”毛仔，刚刚五百人是那个人气票的流量吧？那个就是一瞬间。霸王别姬，你想听霸王别姬吗？可以啊，好的，谢谢锤子。做好梯队建设，做好帮扶带。OK。这个歌还是挺有劲。女子王子哥，等我发财，上几个全兽魔红包，保证瞬间500人。女子王子还蛮懂这个直播间推流了，你天天在别人那里抢红包。谢谢熊乐哥，感谢熊大哥。是我这几天因为忙嘛，刚刚回来。发仔哥最近在忙什么？发仔哥，我们妹子们好想你啊，替换华仔哥吧。他们说好想念华仔哥。我站在烈烈风中，他说华仔哥想念妹子们吗？当今绵绵心痛。啊，华仔哥他
他说今天是不是发这个想念阿广了，发这个给女朋友过七十岁大寿。发这个吧，你飞吗你唱歌，嘿嘿妈哥嘿飞 JCB 欢迎各位飞，你飞你发这个 JCB 了。他们都说不信。问天下谁是英雄，你是大哥们吃饭了吗？我独爱爱你那一种伤心处，是的，别是路有谁不懂，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我心中你最终。你傻听傻了，对啊，我开始说我发这个在给女朋友过生日，他们以为是正常的，结果我说七十岁生日，他们一下子傻了。你傻第一反应就是说骗。欢迎法子那个只有饭没有菜，欢迎喜来乐。喜来乐你好。悲欢共生死同，你用热情刻骨还我豪情天纵，我心中你最终，我的泪向天冲，爱是一当成穷，回去写阿西正常轮休啊，没有其他的。你啥站摆个才艺，你啥他什么跳个舞 OK。 站在烈烈风中，不能当今绵绵心痛。阿广拜西和蝴蝶他们都还没有回来了吗？我还不清楚啊，我不清楚这个他们的。叫他们学手舞啊，有什么手舞推荐吗？就那个，你有什么手舞推荐他们学吗？学手舞要中文，要懂中文啊！这个我倒是外行。谢谢林哥，我也手势舞主播都得很 OK， 手势舞我记下来，记一下。
有啊，我去他家里把他的两套衣服都拿回来了。把这个问题说说清楚，啥情况？是这样子的，等一下啊。我是那天我们就是跟梅大哥告别以后嘛，我们是去接梅大哥嘛，他支持我们很多嘛，我就带他们俩去接梅大哥。好的。坐吧，谢谢彩彩妹。雨露阳光，晚上挣的钱老陈就一遍拿给了妹子，应该留一部分是月底给，再留一部分年底给。是这样子的，我可以说我开播以来到现在没有任何一天没有拖欠过任何一天的这个钱给他们，工资给他们，没有说任何一次工资拖到第二天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再给。所以说这方面来说我是他们最信得过的人。彩彩妹跳的还可以，对，好，我们和大哥们聊聊天，发展哥我们聊聊天吧。大哥们是有分寸的，他们知道什么能聊。那管法子大哥问你问题，该说的话就说，不该说的别说。OK。
发仔哥在直播间，我们聊聊天啊。难得发仔哥今天有空啊，发仔哥要不要连麦聊两句嘛？各位大哥大姐。OK， 好，那我就是邀请一下。我点一下法子哥，哎，法子哥，你要不你那个一下，我操作这个还不是太熟练，我看一下，我等一下，我可以了，应该可以了，等一下。我邀请了法仔哥，能接到吗？没有啊，哎，我再，那我再来一下。阿仔哥，你申请一下好吗？我这边这个看好像不是那个太熟练。我再邀请一下啊！我又邀请到了，邀请到了，接到了吗？听得到吗，兄弟？对，能听到了。妹子们坐啊，我坐旁边。阿果，你是换话筒了吗？声音说话声音很重啊，不错。我这话筒还没换，这个话筒音质可以，这可能是线问题。有一点刺刺的声音。嗯，对，它这个有杂音，话筒还没到，我拍了，我下单了。我看公屏这么多问题，你啥情况你啊？我这边就是他们两个那天就是没有跟我一起回来嘛。啊，这些东西细节你就不要说了啊，也不应该说，知道吗？嗯嗯。这些东西有什么好说，你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你只需要向各位大哥们交代就好了，知道吗？跟各位家人们交代就好了。嗯嗯，因为直播间是鱼龙混杂的地方，你不要乱说话。好。嗯，反正你只要记住，这个直播间是大哥们的直播间，是兄弟们的直播间，这是最重要的。对对，大哥们在，兄弟们在，直播间就在。对，大哥们、兄弟们不在，你阿广在，再来100个妹子都没用。对对对。所以你要记牢。是的。你所有的事情，你只需要向大哥们负责，向兄弟们负责。大哥们是用真金白银来支持你这个直播间的，不是打口炮。是的，是的。兄弟们是用天天点赞点赞点赞，上人上人手都点肿了，给你在直播间给你撑着。嗯嗯嗯，
是。所以说，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兄弟们在，兄大哥们在，你都不用怕。嗯，好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要感恩这些大哥们、兄弟们。嗯，是的，是的，应该的。你不要天天钱赚麻了，把这些兄弟们、大哥们的重要性给忘了。对，发这个提醒的对，不会的。啊，我首先我觉得你这一点做的今年是比去年好了很多。嗯嗯嗯。第二个点，直播间第二重要的是谁？是你自己。第三重要的才是妹子。哦，对对对。所以你要对得起大哥，妹子们要对得起大哥，妹兄弟们是大哥们是用真金白银，你想一想，咱们几个哥的几个，咱们直播间几个大哥，那是超级大哥，他们是拿多少钱支持你，你知道吗？对对，几十万、上百万的支持你，你知道吗？对。你明白吗？嗯，明白明白。开玩笑吗？这你身边你看看，有谁拿出几十万、上百万来娱乐的？你有见过吗？对，这都是全国选出来的精英，他们在支持你。我相信你卖了几十年的菜了，你有这么见过素未谋面的人这样子支持你，你见过吗？嗯嗯嗯，对对。更说别，你遇到过了。所以说，这些大哥兄弟们对你的意义就是一切。嗯。你在明白这一点之后，你就所有的工作就围绕了这一点做。兄弟们说了算，大哥们说了算，而你用什么来回报这些大哥们兄弟们呢？就是你要努力，你自己得先努力，其次妹子们要努力。所以说你只要有这些大哥在，谁走谁留你要处理好，但是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更不能不顾大哥们的意见自己瞎处理。嗯，好的好的，发这个。所以说我看了公屏这么多问题，而且很多兄弟们私信给我，那我情况我现在也明白了，反正我就也跟大家做个解释，或者说做个汇报，就是说今天说完之后，我希望大家一不要再问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啊，第二不要再去教阿广或者教其他人怎么做，第三个一如既往的支持直播间就好了，不管哪个妹子来，不管怎么样，你阿广你只要把节目安排好，把所有的视频拍好，把这个根本两个做好，其他的顺其自然。嗯，你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你基于哪点做到问心无愧？一，对得起直播间大哥和家人们；二，对得起妹子们；三，才对得起你自己就好了。你赚你该赚的钱，心安理得。嗯，对对。啊，大哥们花这么多钱给你，不是跟你在开玩笑的，都是情怀大哥。你直播间就这么点人，对吧？说人气高不高，但是你的收入怎么样？我可以说，别说全东南亚数一数啊，你绝对能进得了前三前四。你才多少人？是不是？所以说，你靠这些情怀大哥吃到现在，咱们也走到了路口，你一定要突破。像今天，为什么这么多兄弟姐妹们私信给我？那我就直接进入正题，咱们两个主咖的问题，好吗？嗯，咱们主咖的问题，这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大不大，为什么呢？不管发生什么事，兄弟们、大哥们在，谁来谁走不重要，这是第一个啊。因为你如果说你问心无愧了，那就不重要；如果是你做错事了，那就是你的问题。对吧？你自己要去挽回。那现在情况了解下来，不是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接受，平静的接受。如果说妹子们犯了原则性的错误，那对不起，谁要回来，大哥们也不会同意。如果说只是犯了小错误，那没问题，这些都没问题。你只要经过大哥们
的同意，兄弟们同意就来，对吧？小问题咱们都能理解，是人都会犯错，这些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基于这个问题，基于这个这一点来考虑，反正你只需要听这几个大哥的话，还有兄弟们既然已经给你一些建议了，那你就照他们的去做。如果说可原谅就回来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有规矩，没规矩不成方圆。你要去管理其他妹子，如果说原则性的问题不能回来，坚决不能回来，知道吗？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老员工，对吧？从一开始直播就给你的直播间，说好听点咱们也是一起过来的，他们也有贡献的。咱们如果说要分开了，那就和和平平的分开啊，不要有什么那个。这一点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胖 A 也好，采茶妹也好，还有其他的妹子他们走了也好，对吧？为什么有几个人能回来了？那说明他们认可你，他们觉得你肯定是认可你的人。第二，对吧？他们也没犯原则性的错误，你也给他们机会，兄弟们都看得到你处理得非常好，包括拜喜他们之前也走过，对吧？后来又回来了，这说明你处理得非常好。我希望这次你也能处理好啊，没关系，兄弟们，我刚刚说了，这个之后你们也不要问问题了。哎，怎么了？怎么细节不要问？哎，阿广，你应该怎么做？也不要说，对吧？你想来直播间就来支持兄弟们，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其他的咱们就顺其自然，让阿广来处理细节。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都不在他身边，细节只有阿广自己知道。但我告诉阿广的原则就是说，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你跟妹子们他们首先是合作关系，明白吗？咱们给妹子带了这么多的变化，个人还有家庭，那妹子呢也撑起了咱们直播间，说白了，对吧？咱们如果要分手，就和和平平开开心心的分手。这一点我觉得阿光你之前的几次做得非常好，这一次我也希望你处理好，我也相信你能做好。嗯，好的，很好。我就所以这个问题咱就到此结束，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打赏的问题啊，今天我看这个妮子啊，这个妮子啊，还有这个彩茶妹他们都非常辛苦，来来去去为了你撑起你的直播间，他们付出了很多，随叫随到，哪有几个这样的员工贴心啊，对吧？你来试试看，很少的。所以说咱们都要记得他们的好，对吧？咱们要互相的，你是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财富，说白了人生有这种工作上的质的改变，生活轨迹，但同时他也给了你很多的知识，所以说你也应该学会感谢他吧。嗯，对对。我待会儿采茶妹还有这个妮莎，我就三个人啊，我就给1000块钱，你给妮莎还有那个人400，采茶妹400，另外一个新妹子给他200块钱啊，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但是我要提出一个问题，我必须提出一个问题，这个以后不管哪，当然是作为我个人的意见，还有好多大哥私信给我的意见啊，我已经接到很多很多兄弟们大哥跟我说这个问题了，一直没有人捅破这个问题，那就是打赏的问题。就是说给妹子们的打赏太多，或者说今天打个10000块钱20000块钱你阿广一分都没有，我是觉得不合理也不应该。这种会怎么讲，他们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会是理所当然。很多大哥他们一部分是希望我给阿广1000块钱，希望妹子们拿到好处奖励他们，同时也懂让他们懂得感恩，这个钱为什么他们会得到？第一，有大哥的支持；第二，有你阿广的平台。没有这两点毛都没有，我希望他们明白这一点，不要拿习惯了，明白吗？很多大哥兄弟们跟我反映这个问题，我说是阿广心太好了，他们说心太好过了就是软弱，因为这是东西很多直播间的规则，潜规则，不应该说你主动去说。当然阿广你人确实好，但我所以说我把兄弟们的意见
提出来啊，这是很多大哥给们，他们说我拿钱了，我给，我看到有些人说没有人妹子们说主动给阿广，我也就不好意思叫他们给了。那确实，有些妹子会怎么想呢？哎，他们没说，我一个人说也不好啊，损害他们的其他妹子的利益啊。我想每个人都会有顾虑，大哥们有大哥的顾虑，妹子们有妹子们的顾虑，你有你的顾虑，对吧？那就由我开始代表各位大哥兄弟们把这个问题给捅破，说明白，以后谁的打赏要留25%到30%给直播间作为经费，比方说换个新话筒啊，添置一些东西啊，对吧？你很多直播间你人气高的时候，你阿广赚钱了，他们多了，是不是？人气没有了，妹子们工资照发，你亏钱了，明白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对，不仅是对妹子们支持，也要让他们懂得感恩，为什么他们会收到钱，凭什么他们能收到钱？跳个舞扭个屁股就能收到钱吗？全部拿光，让辛辛苦苦给搭平台的人，对吧，一分也没有。很多兄弟们跟我说这样的话，那我本身也不想讲，但我既然这么多兄弟提出来了，那我有义务表达兄弟们的心声，好吧。就晚上从我开始做一个范例，当然我请求各位兄弟们啊，各位外网的，比方说 YouTube 啊，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的兄弟们，在特别在 YouTube 的直播间，也跟各位大哥们，比方说梅大哥、李大哥、吴大哥啊、阿东城大哥啊，还有好多其他，我因为直播间 YouTube 好久没上了，我忘记其他大哥的名字了，好久没上了，跟他们说一下，就是很多兄弟们请求你们这么一个统一一下思路。就是说给妹子们的打赏留30%给直播间，改善直播间的设备也好啊，给妹子们买点其他公用的东西也好啊，啊，这也让他们知道学会感恩咱们直播间的大哥和阿广啊。今天我给他们1000块钱，你交给他们，然后把我的意思现在你翻译给 Lisa 他们听啊，我说一句你翻一句。嗯，好的好的，发这个啊，就是妮妮莎采茶妹啊，妮莎，阿如啊，就是很多大哥们说以后就是说给阿广的打赏和给你们的打赏经常会比例不一样，分配不一样，咱们今天就做一个统一的安排，就是说30%给直播间作为公用买置换，就是话筒啊，其他改进直播间的设备的东西。发这个话，面对你，可敢大哥睡不少了啊，不明睡累死你了啊，睡头了啥的你了啊，面对来，面对睡得不少，不得睡快，发这个话二块打30%，是肯的，是卖的，是两个面的烧红的，等两个澳元，那发这个话等你。我跟他说了，发这个跟他们说了。我觉得他们这几天很辛苦，我要给 Lisa 和采茶妹400块钱，给新妹子200块钱。发这个话，叫沈坤叫沈坤点你妹了啊。发这个话要睡叫睡 Lisa 四类圆，睡阿如的四类圆饼跟鸡饼烂嫩，睡叫沈类圆就饼哈鲜。谢谢发财哥，谢谢发财哥，感谢发财哥，谢谢啊，谢谢发财哥对我的支持，谢谢啊。第二个要谢谢阿广给你们提供这个平台直播间。那么要叫土坤靠在快，免得快，免得你这叫散坤，就是土坤就能拍月台、泪水台，我就给他靠在快，谢谢阿广。我再说一次啊，这是很多直播间大哥们和兄弟们叫我提的建议，不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发这个话没给你妈的呢，这个妈睡不少睡两年，对，等下快打30%，他们再等你再等了啊。外面大哥来困我的呢，妈吐困我的呢，不没发这个不了我的呢。对，我跟他们说了，发这个。很好，其他我再说一次，这些
问题都是兄弟们提出来啊，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当然如果哪位大哥觉得不合适都没有问题啊，这是大哥们自己可以做决定的事情啊。所以说我感谢兄弟们对我这么信任，让我提这些问题。好，发这个点麦说的非常好啊，为我们直播间，为我本人还有妹子们考虑的非常周到啊。我们衷心的感谢发这个来指导工作，给我们直播间提建议，他给我们直播间带来非常大非常大的帮助啊，这个是真金白银，是几十个 W 啊。我发这个我记得很清楚，支持嘉年华都是45个嘉年华，我每一个我都记得心底，对我们直播间支持力度非常大。还有阿广，你做任何事做任何决定，你只知道取最大值，总有一小数人会反对会不高兴，你不要去在意。这世界上如果说拿不定主意，你干不啥事都成功不了。我跟你说，不要因为有反对，不要有因为有不对的声音，不一样的声音，你就犹犹豫豫。嗯，好的好的，对，你要想成功，你就跟着你自己良心走，你就跟着自己的决心去走，你就跟着对的事情去走，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说想做什么或者不想做，你去做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些提意见的或者说屁毛都没有七意见八意见的讽刺这讽刺那，咱们就当做一个屁就 OK 了，你明白没有？真正的兄弟们是拿他妈真金白银支持你的，是拿手点肿起来支持你的，那些屁都不放了一个提这个提那个的算个啥东西，咱们一概不理，但不要拉黑，明白没有？咱们可以不同提不同的意见，但你要有自己的主意。明白没有？我对的我坚决做，不对的哪怕你说破天老子都不听你的。你要么拿金钱来支持，你要么拿时间来支持，你要么你拿你脑子去支持，你啥都没有你这样那样那样说个屁，明白没有？好，你一定要去做正确的事情，有事跟大哥们多商量，对大哥兄弟们负责任。你要对得起那些在直播间天天待在你不是他得到了什么东西，你能跟我说说看？义无反顾的支持你。那些黑粉没关系，咱们也不是说不欢迎黑粉，任何直播间都有黑，不都有黑粉，没关系的。他妈马云还有人骂呢，做主席总统还有人骂呢，你算个屁啊，骂一下怎么你了，是不是？不要谁骂一下你说一下你就受不了了，一个大男人一点小声音都听不出，做什么男人？好好的好的，明白没有？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有些东西你男人就像个男子，老子错了就错了，但我改，但是谁他妈要说你，老子就是不听，但是你要做对的事情。好好好的，对啊，咱们不说了，我要给我女朋友过七十大寿去了啊。我谢谢发财哥。拜拜。谢谢发财哥。谢谢发财哥，感谢发财哥，还有各位大哥，谢谢，坐吧坐吧。你怎么是感谢发财哥？独行哥哥一笑过过永不言败个探发狼哥等等大哥们对广远等等情怀支持。发财哥忘了省尿。发财哥忘看看你排过马了，也听得清。我点不太来，那个听，点不太慢，那个奔跟那马太不，他躺大哥。那天那没等你，那天送的马等你，这刚不得睡觉，都没睡入那等下，睡头上面，然后快打上十分钟，那大哥来看马等你，可他们叫那叫省他妈那叫还省的呢，打上十分钟。好了吧。哎，太感谢法子仔哥来给我们直播间指导工作，大哥们真是用心良苦啊！阿广，嗯，跳个舞，哎，你支持下法子哥。好，你们跳个舞，谢谢法子哥。三个人 ，OK。欢迎探发狼哥，欢迎探发狼哥，探发狼哥你好，
发发狼哥早就来了，我也看到了，只是发发狼哥、发帅哥、莫杜西克哥来的。他们两个法子哥，你们去把独行客给拉过来。你咋说、啊？法子哥最后一句真幽默，是啊，法子哥有大智慧的人真是很幽默的。他的名字你咋就笑场了，我也不会跟单词同呈现，不做寂寞。欢迎笑过哥，你们好，你一直没遇好，一下过哥你好，罗星哥大哥好，一下过哥大哥晚上好，罗星哥哥晚上好。感谢林哥的真爱玫瑰，欢迎独行客大哥。谢谢草帽哥，谢谢林哥，
迎流浪哥，流浪哥你好。好，我把连线关了。关掉了，现在关掉了。欢迎独行哥哥，独行哥哥你好。一下过客，各位大哥兄弟们，我再给阿广提个建议。 OK， 好的，欢迎一下过客提建议。回过一切知道没，这个单位不再欢迎小机会，几十万的现金放在口袋不用回，今天晚上就算有家宴不用回。八二年的老兵身体都非常松露，你笑我是输，我也不要功夫，一条龙的战战兢跟苹果豆腐，走进狗店狗一路玩到通宵通路，年轻人的小费都往口袋塞，光动在嗨，谁还坐在角落整天换衣服拆台，只好早点回家，只要狗带乖。就是财气台北带着纯金的向你帮我拍，新的小姐拉财妹，就是财气台北带着纯金的向你帮我拍，新的小姐嘎呆妹妹妹。好的，谢谢鸡亚，谢谢你傻，坐吧坐吧。一下顾客要点麦吗？一下顾客，阿广，我正式提个建议，希望做到直播间，废话不说，王婆卖瓜的话小说小尬聊。好的，一下顾客，好，我听取你的建议。OK。放个背景音乐。我记住，就是废话不说，王婆卖瓜的废话小说小尬聊。好的，不要抢着说话，不要乱花费，要给大家带来有意义的气氛，不是尬聊，也不是自己嗨，忘记住。好的好的好的，欢迎一面哥。欢迎一面哥，一面哥你好。前一段时光缓缓流淌，流进一下，哥哥我记下你的建议了。